小儿肺炎一般来说，一年四季均可发病，但是其高发季节主要发生在冬春寒冷季节以及气温骤变时，小儿抵抗力差的情况下容易发生。一般来说，其实环境比较拥挤，空气不流通，病原菌容易产生，容易导致小儿肺炎。另外，如果要是有先天性心脏病、营养不良儿以及免疫缺陷者，更容易发生肺炎。所以，一般来说，在寒冷季节或者是疾病流行季节，应该注意小儿，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。以及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者，及时治疗上呼吸道感染，防止其进一步加重，导致肺炎的发生。家长应对患儿进行营养。